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。来吧，无极晋升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闪现从刃销售，他这个出装伤很低啊。这小子没点蓝，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杀人了。而且他盒子对我们没用，他丢盒子我们就 Q 啊。这个小子他这把炸了啊！直接 Q 躲他普攻加 W。差点他就死了，这拉克斯不过来。对我搬一下，真正的大师，我帮你打出洛克的闪现了，我没血了。算了，两级不学艺了，学 W。 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我这句话下去的瑞文肯定要多 A 的啊。啊，回两口 W 差不多了，这样就不是很伤了。血量不健康就不要强行学艺了，学艺刷得快点。两级小丑，我先不打蓝。等他过来打，他打得很慢的。让他帮我们打一下，先别急啊。把跳到 A 了，让他没有退路。回血锁，极限征服者，贪欲猎手，牛批，勾引一下吧，来 E 过来点点，等他点完，这个时候再接个 Q， 晕住他，开 EA， 上当了啊！我 W 回血加减伤，他不可能点死我的。等他一套技能打完了，我们再 Q 回去啊。不然他还有一个 Q， 点两下我就死了，太贪了，这卢锡安有时候放过别人就等于放过自己，知道吧？打小子来个红刀好了，这样的话我 A 到他持续伤害的话有显示的。在我内心延续。谢谢吃凉球送的办卡。这皮肤是猩红之月的吧？
等下荧光棒没送，记得送一下啊！每天荧光棒记得送了，快一百级了，咱们。可以控个龙来来来，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打个龙就快到六了，直接开高原血统冲到下路去了。我将用不是很伤双眼，我们开E的伤害的话，贪欲猎手还能回血。Q 再躲一发普攻，先惩戒一个兵到六开大，这小手要来了。哎呀，没给他躲了，躲了就可以杀他了。拖一个阿尔法突袭，给他突死了。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赶紧控个先锋，这拉克斯没闪的。看他吃不吃兵，交易了，有眼好像，眼很多的不？你妈的，怎么还有个小丑过来了？完了，我这波上头了，该来把短剑。他这波没有用 Q 啊，这拉克斯是个高手，感觉我已经被他看穿了。主要他E跟 Q 的抬手还差不多，你还不好分辨出来他到底甩 Q 还是甩E。要是等他 Q 甩完之后，你再用 Q 躲的话就已经太晚了。这个人六杠一，我特别想杀一下他。这拉克斯要过来，我很烦。这样先锋不好打，不行，这个感觉中上路不能来。我想杀他一波，来给一条鱼。这个人没闪，坐等胜利的到来。这小丑待会要去的。
人家出个头带。捍卫你自己。先把这个羊刀给他买出来。太易了，他死了。一展千金。这塔比较难推的。还是把龙给他控下来好了，再把这个中路不能搬，这一点配合都没有。应该里面没放过。小幽灵熬药好了，好了，羊刀有了，核心装备两件套有了，起飞了。待会把这个头带做了，就随便去杀这个拉克斯了。他身上500闪金的，给他杀一次就发财了。嘿，这个剑神皮肤的头像怎么这么像加里奥子？十级诺手，没血没蓝。有人帮他呀，那我先打个红吧。看他往不往这边走，我可以杀两个，他只要走进来他就死。形势先于蛮力，来条鱼，小鱼人。短一点还行。我将有
待博这个诺手好了。他把一交了，他死了。头带，待会儿再来个忍者鞋，再来个血手啊！有双抗，有血量，有伤害，啥都有。你在想要不要呢？还点？这卢锡安有够贪的呢。就跟下去了，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这罗翔肯定走了，再拿个龙，三龙了。这个小伙他一直在打先锋，其实第二个先锋的收益很低的。他交闪，他等着死吧他。记一下。愤怒带来冲动。愤怒带来冲动。这个台词有够骚的。来来，你给你你，完了，他上当了。这脸上有一个你不打，哎呦！他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。
刷一波你就没得玩了，现在就是这样。等一下来个血手把大龙收了，这剑圣的被动加个羊刀的效果，打得好的话这个一秒直接砍三刀，这一刀变三刀，不是一秒三刀。不要智慧波了，血手好一点，血手可以提升我们的容错率。要非要补智慧波了的话，最后再补一个也行，我们还有个格子没用呢。我出个血手，我打算砍五个，你们知道吗？不要拦我，我现在有点上头啊。这能有中亚的他给啊，他里面有人直接给啊，他没我想的这么公平。五杀王广来一下，谢这个叶师傅的金铲铲送的一架飞机，谢谢啊，感谢这个金铲铲。来个头戴吧，待会直接当这个加速用了。再抽个号好了，这个号快打完了。现在送办卡抽500这个现金啊，加三小时排位啊，有兴趣可以送一下，办卡抽500啊，加直播打号三小时啊，想上电视想中奖的话可以参与一下啊。有点上头，我就是要杀这个拉克斯。哦，呵不应该 QQ 进去的。一波了，一波了。现在送办卡抽500现金加打号三小时啊。想中500可以参与一下，想上电视也可以参与一下。你们不是老问我怎么
上直播吗？现在机会摆在你们的面前了啊，办卡就能参与了。